真的非常感谢台中荣总所有的医疗团队对我儿子那么的照顾，真的是从心里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，对，能够对我儿子那么完善的照顾，真的是，对，我真的是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因为我在竟然会有这种荣幸受到这种照顾，真的非常的感谢。但是我们应该做的啦，那也恭喜这个宋同学啊，这个希望能够早日康复啊。那回去的时候呢，要饮食正常，生活作息要正常，不要熬夜啊。起来走路的时候小心哦，不要摔倒了。好，我要定期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，每一个科的追踪都安排好了，你要照那个时间回来。好，那应该很快啊，就可以回到学校跟同学哦，再见面了啊，这个再继续你的学业啊。